学对于刚到另一个国度的人来说，多少都有些陌生和胆怯。虽然我来过这个城市，但内心的孤独却并没有能够让我接受这片华美的土地。这就是温哥华，一个即将给我带来很多期待的城市。很快，我在这里有了自己的朋友圈。每天的学习和生活是唯一能够排解我孤独的方式。一个人，一座城，两点一线的生活模式，枯燥乏味。但是你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。没想到我们的开始是因为那两部同款的 MP3， 音乐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，同时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对方。很多的时间里，我们都是在 QQ 度过的。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共同点。我们并不像电影中那样转角遇到爱，也并没有如诗歌般浪漫的擦肩而过。在我们之间，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的发生。我每天都在期待你的回复，感觉跟你有说不完的话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只是我们一直都在犹豫该如何去表达。我发现 I'm falling in love.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?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, and longer if I can.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?As long as the seasons need to follow their plan, how long will I be with you? As long as the sea is bound to wash upon the sand, how long will I want you?As long as you want me to, and longer by far. How long will I hold you? As long as your father told you, as long as you can. 当你又一次站在了我的面前，这次我一定要亲口对你说，我喜欢你。 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, and longer if I may. 在我们之间，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的发生。我们的相遇，感情的萌生，爱情的延展，到如今的情定终身，这一切都归根于顺其自然。我们依旧觉得浪漫，
虽然朴实，但这不就是爱情本来的模样吗？在我眼里呢，她是一个很活泼可爱的女孩子，对一些事情都抱着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。每次在学校看到她，她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，所以说每次一靠近她，就会自己变得也很开心，很快乐。